挑战只用蛋糕旁边的屋子吃鸡，嗨，这个确实有点难度。不过为了满足你们，必须安排。安排。不过这蛋糕好像只能队友都站这里，大的蛋糕才能处理，我只能开一个盲盒。哦。只希望光子大哥给点好东西。呀，就一把野牛，也太穷了哟。哎，有了，刚才航线附近的蛋糕旁边肯定有人打架，那他们的物资是不是都在蛋糕旁边？说去就去，走。哇，还有人在这儿，停车啊。Nice。不过这里的蛋糕也没出来，那就把它补了，它的物资也是蛋糕旁边的吧。呀，还有空气墙。嗯，等等，他敌人好像过来了。我去，还会闪现，都把他们留在这里，我就能捡到了。 Nice。 那个大哥们没关注的，你懂的。嗨，看到空投还不能捡，难受。嗯，这个人看到一个先直接撞倒一个。我去，爬的挺快。拜拜，真好啊。附近还有人，先躲一下。呀，东边一个还在找我呢，我跟你后面捏。嘿嘿。呀，没补掉，过去看看。这个不是。嗯哼，原来下了个人躲着呢，那就给你玩一下。看到这个火没？我又不信你不出来。哇，打两呢，我刚才还有一个呢。Nice， 打完就走，不能舔吧。下一位。还有谁？子弹不多，我只能一路飙车到靶场，再开个盲盒，看看能否给点好东西。又 MP 影。我太难了。算了，它比野牛的子弹多，就用你呗。看到前面这个没？也瞄了，我的车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信你个鬼。嗯哼，还有五个人，吃鸡在望呢。前面房子不错，赶紧进去躲躲。看到没？这就是细节。停车时候别怼门，万一后面有人就嗝屁了。这么好的圈，对面房子没人，不科学。本来想爬房顶上，但是我这二级脑壳，万一有人用狙打一枪，我就没了。乖乖，发生了啥？我去，从我头发丝儿上擦过去了，再往下打一厘米，我就嗝屁了。感谢大哥的不杀之恩，太吓人了！这么大的恩情，必须给你买张票，送你坐飞机。咦？旁边的也按耐不住了，看看在哪儿。最后我要开始装逼了。嗯哼，一起去吧。完美，最后一个了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直接开车走，赶紧出来吧，兴许我还能让你走得好看点。或者你自雷也行。妈，这是啥意思？就你狠，离开了赛场。看名字就知道是个狠人，自己推出去，大度呀！这把算我输了。